是我第一次入选国手的一个大型成棒的比赛啊，那也是第一次代表国家出赛。那我跟潘威伦是最年轻的20岁，那最年长的是洪总42岁。比较深刻是我接替小郭上场，那满垒的状态里面去面对金东柱跟李承彦。那当时的讯息跟媒体跟资讯其实没那么发达，根本不知道这两个是谁。那后来哦，原来他们是真正在韩国的国民打者，然后是他们国家队的主力的打者，才慢慢认识这样。